这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位置，三分球，三分炮！哇，直接打给了中信兄弟的球迷来接球啊！今天球是个人的第三发 home run， 8-5。这个时候，中信兄弟站上领先位置，而且高宇杰非常非常的 high 啊 ，for three。哇，这打的完全是咬中的。哇，生涯从曾俊手中打出来的第一支安打，就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打点，全垒打。哇，不可思议的一击。嗯，这个没办法，这完全是咬中。哇，很难得看到高宇杰在绕垒时有这么样的一个庆祝动作，这么样的嗨啊。在这个半局，现在中信兄弟已经攻下了四分大局了。没错，垒包上的跑者全部都回来。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，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Twitch 频道，还有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《兄弟你来说》。